常常报道说一大堆什么缩水流事件的，然后就让我们觉得这样吃东西会不太安全，所以我们想要让大家吃得更安全更安全。好，这边就有两个盆子哈，方形盆一个，两个。那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还有圆形盆。来，放里面把它夹住，放里面夹住，就会从前面掉，是不是？我要进去，真的真的。小白菜、番茄，还有那个香菜，对，香菜还有柑橘。好，那有发芽的是哪些植物？目前香菜跟柑橘发了，然后香菜发一颗，然后已经发两颗，已经采收了。高兴啊，因为自己就是种下去的植物发芽了，很有成就感，就是很开心，因为看到自己种的植物发芽了，很有成就感。